5月份，发展商争相推盘，为买家入市或未够谨慎，导致近日新盘连六挞定。永泰青山公路 Omabizers 自上月中开售，最新录第四宗挞定个案，一伙开放式户挞定离场，损失逾22万元定金。成交册显示 ，Omabizers 一座16楼 B 六室，实用336方尺，上月31日以453.9万元售，尺价13509元。买家选用90天付款，签临约时付楼价5%，即22.695万元。最新交易告吹，计及以上挞定项目半个月录四宗挞定，涉及成交价1852.4万元，杀定逾115万元。另外，正推售长沙湾 The Campton 的万科，同系屯门扫管忽上园3A 座9楼 E 室。实用373方尺一房户，去年3月底以478.3万元售，尺价12823元。买家选用120天付款，料前后已付楼价10%定金，即47.83万元。交易作终止。另一边厢，周末新盘推售货尾为主，新地016天水围 Wetland Seasons Park 两期作进行第三轮开售，涉209伙。市场消息指全日卖出195伙，占推售量93%。有大手买家连购2伙2房户，涉资逾1190万元。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布小明表示，项目第三轮推售反应不俗，出席率近80%。当中约80%为向余客，年轻客占70%。他补充，项目六同区客斥资约1190余万元购入2个2房户。另外亦有人以约1104万元购入2个2房单位。